Christmas tree real tall. We used to love a while, mother used to play. Don't ask me why.嗨，您现在正在收听2019年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大话说电影》，我是主播老张，我是主播包子，很高兴在第120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讨论电影。是啊，我们一直说这个南半球最火的华语电影节目，说了一年了啊，然后这个到了年底，我们这真是南半球最火的了，我们这边火已经烧了有一个多月了吧。我觉得我们悉尼最近这2-3个月都火得不行啊。嗯，每天上班的时候啊，只要是一出门啊，都会皱眉头的感觉，好像是天天头发里面都是烟味啊。对对对，幸好最近这圣诞节期间到新年期间啊，大多数的公司呢其实都是办公室放假，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好像都已经计划逃离悉尼啊，离开这个烟味很重的地区。我们这边那个 PM2.5 那个比国内好像还厉害啊，然后我已经是买了好多那个面具了，防这个烟味啊。最近看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戴面具的时候还有很多各种各样奇怪的新造型啊，他们戴那个黑面具上还会有不同各种各样新的这种就是那个图案啊什么的。嗯，老张你没有试验一个搞一个像什么扮演之类的图像来戴戴看？没有，我是尽量不戴，因为你知道不想跟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混在一起。哦，尽量不戴，对，万一不行了，就实在空气太差的时候，就逼不得已还是戴一下的，但是尽量大多数时候都不戴。嗯，好在就是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时候放假呢，尽量挑一些就是烟火味啊或者是火警啊比较就强一点的地方去。或者是如果这个时候放假呢，尽量待在室内，就是不要在室外啊，不要做很多就是室外的活动啊、运动啊，比如像包子这种喜欢跑步的朋友啊，在过去这1-2个月之内呢，基本上就是感觉比较痛苦，室外跑步的机会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了。啊，改游泳呗，在水下面是吧？也不怕，这是个好主意。回来看看说电影啊，上周我们讨论的电影呢是《星战九》。这《星战九》这个电影呢，在国内呢和在北美的应该是同时上映的，但是现在看它这个表现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差人意啊。嗯。现在看的北美在星战这个电影上呢，它是341个 million， 就是说3亿4千万美元这个样子。嗯，国际表现呢大概也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说两样子加在一起呢大概是7个亿全球表现。那么这个片子呢在北美的应该是20号上映的吧，现在已经经过了10天，2个周末，再加上其中包括一个圣诞节期间的一个黄金电影档，那么现在这个数字呢感觉好像是应该是在大家的原始期待值以下吧。嗯，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它特别的差，因为就是星战不管是哪个系列，第三集总是比前面两集要差一点，从最早的4、5、6来看的话也是，就是6的票房是最差的，那么回到最早的1、2、3里面说呢，也是就是3的票房要比1、2要差很多，所以这个走向还是挺符合星战一向来的表现。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星战这个东西是迪士尼收购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就是没有打造好的东西吧，就是因为它的口碑太两极化了，其他你不管是漫威啊或者是皮克萨的那些卡通啊什么的，基本上大家的都给他们评分都是挺好的，然后票房也是比较性成功的，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他可能做的是他近年来比较失望的一个东西吧，一个项目吧。应该怎么说，就是说星战呢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IP， 然后它在就是各种应该算是一个很标准的大片呢、啊、对不对？就是所以说群里面很多朋友在讨论的时候呢经常讨论这种什么精美的画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图像效果啊这些东西的，但是作为这么大一个大片，这么大一个 IP，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星战九呢应该是就是达到票房10亿一个 billion 应该是很有风险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应该算是让大家都是相对来说有点小失望。但是我个人呢也并不是觉得很奇怪，因为星战7、8、9呢其实一直以来是就是怎么说呢，肩扛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新粉丝，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一代的人来加入星战的这个粉丝团。那么现在看到7、8、9到第9集呢，我感觉好像他这个任务并没有很圆满的达成啊。
嗯，我觉得他这个开端看的可能就是不是很好，所以这个结尾也只能这样收尾了。嗯，难道不觉得就是中间换了一个导演，然后这七八九缺失了一个非常好的延续性，导致了第九集让大家就是觉得八里面的暗线没有用啊，或者是就是前面的一些电影逻辑在后面并没有传承式的延续下去啊，就在这方面有一些断裂方面的东西，那么让大家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感觉有点不满意嘛。嗯，这些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所以在这边也不需要更多的猜测了，大家可以回去听我们上一期的节目。而且这个片子呢好像在中国的表现就是特别差，到现在为止看呢好像是在中国一共只有1200万美元的这个收入，从中国一个就是全球来讲第二大的票仓来说呢，这个数字真的是非相当的可怜呢，可以说因为在中国上表现其实它一开始票房比较差的时候，很多电影院就直接把它给下档了，然后就换就是很多国产片了，因为国产片现在最近出来的也不少，所以这个片子下去了它就没法赚钱了嘛，所以在国内的票房也就基本上就死在那边了。按说呢就是最近我们现在在这里呢其实是看圣诞节，圣诞和新年之间的这个圣诞档的电影，星战呢应该是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片子，感觉好像是这个片子就是基本上属于说来势汹汹的，但是有点落空，其他呢就是现在其他就是附这段时间的电影呢就是感觉也不是特别给力，所以说这个圣诞期间啊我就是感觉电影好像选择不是特别多特别好。嗯，还是有挺多好的电影的，至少就是对我来说近期以来就是出的电影都是比较高质量的吧，啊，不管是在 Netflix 上面出的还是在电影院出的，其实电影的质量还是挺高的，像是在圣诞节之前开的，或者是在我们这里传统来讲12月25号 Boxing Day 有很多电影开了，那么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朱曼吉的这个朱曼吉的 Next Level 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片子，另外有一个叫做 Playing with the Fire，算是一个消防队员养小孩子的一个片子吧，这两个片子算是就是圣诞节开档的片子，感觉好像在票房上表现相对来说都很一般，对于我来说呢感觉好像这个圣诞节期间啊专门为圣诞贺岁而准备的片子对我来说是有点小失望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在群里面提起来，就是说国内最近呢有很多其他的电影就是选择其实是蛮多的，包括一些以前的老电影呢这段时间也都出现在电影院里面，像什么三块广告牌啊这类电影呢都同时间出现在电影院里面，所以说感觉为国内的电影观众挺开心的。哦，这个挺有意思。国内呢另外一个电影呢是叶问四，在国内和在我们的澳洲呢基本上是同时上映的。老张，你对叶问四这个片子你有没有兴趣呢？非常两极化，一开始稍微有点兴趣，因为它里面就是好像昆汀把那个李小龙毁得很厉害嘛，然后这部里面就一直说哎呀这部里面会把李小龙重新扬眉吐气的展现在屏幕上面，但是想到后来的话，因为我看了一些就是关于叶问的一些宣传什么的，包括甄子丹上那个吐槽大会什么的，看了以后我就有点不想看这部电影了，就觉得还是就是特别是不走心，感觉还是就是很走票房但是不走心的这种电影。其实是为了圈钱而继续延续下去的这种作品嘛。另外有很多电影影迷朋友呢很犀利的指出来，就是说叶问一开始呢好像是还有这个真人真事的历史背景，那么到叶问四呢它是故事发展到美国去了，好像这些东西是完全都是虚构出来的，所以说让很多就是真实的叶问迷或者是咏春迷啊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感觉多多少少是有点虚啊。你就是如果昆汀那个是他的意淫的话，这部其实也是一个意淫了，是吧？一个就是打中国人，一个就是要打美国人，就是这么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吧，其实。这段期间电影院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奇怪的片子叫做 Cats，就是猫啊，这是一个由歌舞剧改编出来的这么个电影，好像是最近也其实也是在圣诞节期间啊就是跟大家见面的，但是好像是完全没有一点点贺岁的味道，然后好像是大家对这个片子呢基本上都是避而远之，你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片子其实作为音乐剧本身它虽然就是很卖座，但是对于专业的就是音乐剧的这些制作人啊什么的都是很鄙视这个片子的，所以就终于现在大家看清楚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一个故事，它被搬上了就是电影院以后大家终于发现这一点了，谁要看这玩意儿，就是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科技的东西去搞这个东西，但是谁要看啊？问题是其实真正喜欢歌舞剧的人呢还是会到舞台这个环境里面去欣赏歌舞剧，
怎么你把它做成电影，感觉好像是所有电影观众都会买一张票然后去看这个电影。但其实呢，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为歌舞剧的歌舞剧迷而准备的话，那么可能它这个方面就是受众方面有一个错位。嗯，而且这部电影是展开了这个电影史上第一部，就是像我们现在玩游戏经常就都会有这种 DLC 出来，你知道吗？这个电影就出了个 DLC， 就是它已经在上映了之后，然后电影公司重新发给那个电影院一份就是改良过的电影，就是它其实一开始放到电影院的时候，它的那些特技什么还没做完，所以你看见很多演员的，就是说演到一半那个手出来还是人的手，然后他的电影上映以后不是给分给的特别低吗？一出来的时候在烂番茄上面只有七分，满分一百分啊，一百分里面只有七分，就是《环太平洋》我们一直都说这是50%左右的票房啊，是吧？那个分数是吧？这个只有七分。然后他们就出了一个加强版，等于是。OK， 反正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圣诞节期间的这段时间呢，电影的选择对于我来说不是特别好。相反是，就是圣诞节之前，大概12月早期又11月末、12月早期的时候出来一些电影呢，其实现在还在电影院里面。那这些电影的质量相对来说都比较高，有很多片子啊，像什么《利刃出鞘》啊，然后《福特大战法拉利》啊，这些片子呢，其实都是蛮有冲奖味道的质量的。这些片子呢，其实可看性都比我们圣诞节先上映的电影可看性要高。现在看呢，我们2019年呢，算是应该是挺努力的哈。一年里面有52个星期，我们好像是包括我们这120期节目的话，我们2019年其实出了53期节目。其实感觉好像是应该有一期是错过的，但是因为我们增加了2期特别节目，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每周都有打条，而且还多一点。对啊，有福利、就是吧？对，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感觉好像是我们两个今年这个努力还是算是做到了吧，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了。那么回顾2019年呢，老张，你觉得今年我们讨论过的这些电影啊，或者是在讨论以外呢，我们还有看过一些其他的电影啊，你觉得2019年作为电影来说呢，是不是一个非常有质量的一年呢？不好说，其实有质量的片子也挺多的，但同样也有很多失望的一些作品，然后也有很多很低质量的作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我们因为要做节目嘛，也经常要去被雷劈一下，然后为了我们的听众可以避雷是吧，所以有时候也挺辛苦的，要看一些自己看了以后觉得好想吐的一些电影。其实说实话，如果是不是做大话说电影这个节目的话，很多电影可能是我们在看了预告片啊，或者是看看电影排档啊，可能是很礼貌的就避过了哈。但是因为做这个电影呢，所以有些时候呢，每周这周出现的这个大片呢，我们必然要去看，然后必然跟朋友们讨论。至少我还没有强迫自己去看那个《冰雪奇缘二》啊。我对2019年的感觉呢，就是说，首先一个挺明显的感觉就是很多电影系列收尾了，这些收尾的作品呢，基本上做的都比较强差人意的，就是不是特别让人满意。其中包括像什么《星战九》啊，然后包括像什么《黑凤凰》啊，然后包括像《终结者》啊，就是这些系列呢，或者是《第一滴血》啊，就这些系列呢，等到它走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有这个就是比较示威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好像应该是2019年的一个特色了。也不完全是这样吧。你想那个就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4》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结尾吧，所以那个片子就挺不错，包括那个《复仇者联盟4》也是这10年的一个大结局，虽然这个故事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这也是一个大结局吧，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说到终极之战，就是复仇者联盟4啊，我另外一个想说就是说，在目前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电影和电影大环境里面呢，毫无疑问就是不管是Martin Scorsese 喜欢还是不喜欢，就是漫画英雄电影呢已经变成我们今天电影大环境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因为漫威现在感觉就是一家独大，所以说他的片子呢步步有轰动，其他的电影公司的电影其实做起来就是超级英雄电影做起来相对来说都是有点吃力，有没有这个感觉？
也不完全是吧。我觉得这两年来说，不管是索尼还是 DC， 都开始找到了自己的路子，也许也是被漫威所带动。反正大家对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可能就是更期望去看了吧，也不是完全就是为了漫威的故事去看。像那个海王，去年年底的时候，海王出来的话就非常的火动，包括去年年底的那个毒液也是非常的火动。今年的话有那个 Shazam 是吧，也是反正反应也是挺不错的。Shazam 那个片子其实我也是蛮喜欢的，但是我觉得像2019年的，像我想说的是，传统上来讲，我们在看就是娱乐片的话，有很多其他类型的片子的，比如说像比较大一点的、比较热闹一点的动作性的片子，像《碟中谍》系列这种类型的片子。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灾难性的片子啊，类似这些东西。但是在2019年这个大环境里面呢，因为超级英雄电影呢越来越有凝聚力和吸引力，所以说这些片子上面的一些创作资源呢，逐渐慢慢就被吸引到超级英雄这个板块里面来了，导致于说其他一些类型的爆米花电影呢，相对来说质量就越来越不可靠。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个人的一个错觉呢？这完全是个错觉，因为碟中谍系列的话去年刚刚有过，它不可能连续两年都有出碟中谍系列了，所以这是完全一个错觉。你说其他类型的片子当然有了，超级英雄电影一年如果52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7部片子出来的话，今年一共出了多少超级英雄的电影？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现在这就有点像老马丁说的话，好像就是现在电影院里面完全占据的全都是超级英雄的电影，所以其他电影就没有位置了。这个是一个错觉，完全是个错觉。电影院里面每周都有很多新的电影出来，只是有没有人去看，大家是不是关注这个东西，电影公司对这些电影有没有信心去砸钱去宣传这些东西。就是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的话，你完全有很多选择去看别的片子。所以像我们就是做了50多期节目的话，你看真正说超级英雄电影的其实可能只有1/5或者1/6吧，其余的我们还是在说别的电影的。然后你说这种大的 IP 的话，如果没就是今年没有碟中谍，但是今年有 John Wick 3啊，是不是？那你说去年没有玩具总动员，今年有玩具总动员，这些都是 IP 啊。星球大战也是个很大的 IP 嘛，是吧？对。OK， 那么看了这么一年的电影下来啊，老张，你觉得今年最就是回顾你看过的电影，老张，你有没有给大家推荐或总结一下的，就是前5啊或前3啊这样的电影作品呢？我准备了一下我的前3，但是我的前3的话，我可能就不分1、2、3了吧，因为我觉得可能今天、明天、后天我回答出来的顺序都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很荣幸的话，这个前3其实在我这边的话，是我筛选了很久。在12月这最后一个月里面，我已经把这个名单换了好几次了，然后最后出来的我基本上就是Knives Out、 Jojo Rabbit 和 Marriage Story 这三部电影都是在12月份出的。这是你今年的前3？对。真的都是12月份出的啊？对啊，而且有2部是 Scarlett Johansson 的一部是那个美队的，是吧？其实我喜欢的电影呢，其实也都是在今年后半年出来的电影。现在回顾我的前3的话，我觉得今年的《花椒之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片子。我觉得是也是就是今年看到的中国电影里面，就是我感觉让我觉得比较细致的片子。另外我比较喜欢的片子是《小丑》和《爱尔兰人》。这大概都是11月份、12月份的时候讨论过的东西吧。也算是今年比较晚一些时候的东西。感觉好像今年你跟我不是特别在就是怎么说特别同步啊，因为你喜欢的片子跟我喜欢的片子完全是6部不一样的电影。对。而且就是我们都没有把什么寄生虫啊这一类电影归在前3，其实我觉得也是有很多朋友很喜欢寄生虫这类电影的。我觉得要是说的话，寄生虫也算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有一点喜剧味道，但是反映社会阴暗面之类的东西吧。对于我来说呢，我看寄生虫呢我并不讨厌，但是如果把它跟小丑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好像小丑反映出来的社会丑陋面更犀利一些，所以说这是我选择小丑的原因。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今年的我们今年讨论过我看过的中文电影呢，总体来说让我觉得挺高兴的，就是今年我看过的中文电影质量应该是比去年稍微高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又是我包子的一个错觉，就是中国电影呢总体来讲它是质量在进步在上升的。
所以说这是让我觉得一个非常欣喜的一个事情。我可能更偏向于去年的中国电影吧，我觉得不管是药神还是那个无名之辈，对这一些电影，包括去年年中的时候出了什么地球最后一个晚上啊，什么这一类的就是艺术片的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挺有味道的。今年的话整个就是都是一些就是硬推的一些片子吧，对我来说，包括哪吒，包括那个流浪地球，包括我和我的祖国，就是很在拼这个票房的东西，很硬拼票房的东西。包括我和我的祖国从国庆上到现在已经年底，已经就是要1月1号了，还在电影院里面放着，就是硬凑着要把这个票房给推上去。这个我就是弄得我不是太喜欢，包括我们前说到的叶问四也是，就是硬走票房的东西，还有少年的你也是，就是这个让我感觉不是很舒服，就是不是一个自然好。对我来说可能还是少年的你就是社会责任感还稍微强一点，其他片子来说对我来说没有就是去年看片子有那么一个有一个震撼力在那边吧。可能我今年最喜欢的一部就是算是亚裔电影吧，或者是华裔电影的话是别告诉他，这还是就是美国和中国合拍的。其实你知道我在我的前三里面呢，花椒之味是我的选择，但是我在花椒之味和别告诉他之间呢，我其实是犹豫了好久的。嗯，因为这两个片子也很有意思，是我们在两个节目就是背靠背连着讨论的两部中文电影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在别告诉他里面反映出来的一些中国价值观和花椒之味里面反映出来的一些中国价值观和感情观呢，可能我更偏向于花椒之味一些。虽然说这两个片子的质量呢就是可以说是拉平的，但是我对花椒之味里面的就是个人投入感情可能是更细腻更多一点，就是对我来说是这样。对，那么老张，你看完今年这些电影之后呢，你觉得最喜欢的动作电影是哪一部？动作电影我肯定是要选那个复仇者联盟4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没事的话我都会拿手机出来就直接跳到最后一个段那个打斗那边就是看一遍，就我还是有那种就是汗毛都会竖起来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对于我来说今年的动作电影呢好像也是复联4。对于我来说就是当美国队长拿起来那个锤子然后振奋起来然后说Avengers Assemble 那个时候，真的就让我觉得血都沸腾了的感觉。每次看到那里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一点都不会差，一点都不会慢慢的就是觉得变弱的那个样子。那么喜剧电影呢？喜剧电影我其实一直很困惑，我一直在就是在今年之初就是没到十二月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今年没有出什么很好的喜剧。在这个时候我的两个候选电影，一个就是年初的新喜剧之王，另外一个是一部很小众的一部电影叫 Booksmart 是两个女孩子，然后就是有点像2008年的那个 Superbad 那部片子，基本上是走那个格调。但是那 Superbad 是两个男孩子嘛，这一部就是两个女孩子。我就是拿这两部一直在做候选，然后十二月份突然出现了 Knives Out 和那个 Jojo Rabbit， 啊，那就太爽了！我现在一定要把就最佳喜剧，我还是要给 Jojo Rabbit。它虽然是个喜剧，但是它里面很就是味道很重，就是能把喜剧做出来有那么深刻的这些社会感啊，或者是一些历史的这些照。写啊，什么东西都放在里面，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感觉喜剧虽然是喜剧，但是非常非常犀利，是吧？对对，你让我对觉得就是对这个电影的兴趣越来越大了，而且超级感人，超级感人，是吗？等一下，不要着急，不要剧透。我还是今天看的，我跟你说，这部电影是我因为我上周一直是就是出国旅行嘛，我在去新西兰了嘛，然后昨天晚上才回来的，今天一早我就去看了这部电影。别着急，不要着急，因为我现在还在雪山上，我这个地方呢，其实就连互联网都是质量比较差的。最附近听出来了，对，半个小时附近的地方有一个小电影院，里面只有一个电影厅，只能上映两部电影，其中就是包括一部《星战九》，所以说我现在没有什么电影选择，我在等着回悉尼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能够把这部电影抓出来看一下。别给我剧透。那么我的就是最佳喜剧的话，今年其实我选的是《玩具总动员4》，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天的对啊。就是因为它毕竟它是动画片，但是我们平时呢并不是把动画片特别分出来一类，那么大多数的动画片呢其实在喜剧方面都是比较有努力的，就是《玩具总动员4》呢应该算是今年我看过的就是在没看《就是 Rabbit》之前
是我看过的就是比较让我觉得非常走心的一部片子，所以说对我来说它是质量蛮高的。那么在故事片和情节片方面你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呢？那肯定是 Marriage Story 了，这已经是进我前三的了嘛。嗯，哦哦 OK。我的就是在drama方面呢，我的推荐是小丑，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们已经以前讨论过多少次了，就是好像你的在婚姻故事这个电影呢是我完全看不下去的，但是我推荐的小丑呢是你完全看不下去的。嗯，所以说在这方面好像是本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分歧的这么一个选择吧。那么悬疑片呢？嗯，首先我也想说一下，就是小丑我不是说看不下去，只是我对我来说的话，小丑只是拍了所有我认为他会拍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没有很多惊喜感在里面，因为我一开始就知道男演员演的肯定是非常棒的，然后这个电影肯定要诉说这么样一个故事，然后最后我看到的的确是这些东西，而且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料，但是总体来说的话我还是给这个电影凉的，不是说完全看不下去。但是相比之下就是婚姻故事的话，我的确看到了很多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就是给我很多惊喜感在这里面。最佳悬疑片的话，今年我觉得好像没有出很多悬疑片吧。你先说吧，我看一下有什么。最佳悬疑片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猎人出鞘》对于我来说是悬疑片多过喜剧。哦 ，OK。因为你一直说学，对于你来说，好像《猎人出鞘》好像是偏于喜剧多一点。对于我来说呢，其实是悬疑片作品，因为我其实是仍然把它当做一个侦探片对待。我这方面我真的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不是把《猎人》出鞘当成一个 thriller 来看待，就是 thriller 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是恐怖性更强一点，比如说像那个It 或者是那个 Us 今年出的，我们对包括我们聊过一部 Brightburn 是吧，就是魔童，对，我觉得这一类可能是更属于是 thriller 性质的，或者小丑也可能也是算是一个 thriller 性质的吧。小丑应该算是 thriller 性质的，也有这个味道，对，有这个味道。所以如果小丑算的话，我可能会给小丑吧，因为它的质量的确是比其他几部质量要高很多。那么说了这么多关于推荐方面的东西，2019年我们看过的电影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失望的呢？特别失望的，我觉得特别失望的话可以分很多种，就是特别失望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对这个片子特别有期待，看完以后你的期待值没有达到，所以叫失望。还有一种失望就是特别烂的片子叫失望。那么不管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双子杀手是算今年算比较失望的一部片子吧。还有一类可能就是有些人会说黑凤凰，就是 X-Men 的最后一部，这个是比较失望的。这两部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黑凤凰吧，因为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烂的一个收尾，真的是非常失望。对，而且就是双子杀手其实也就是剧本差一点，其他的话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失望吧。我觉得今年比较失望的不光是就是黑凤凰这个片子啊，我觉得可能比较失望的是 James McAvoy 这个演员，他今年是特别背的一年，他不光演了黑凤凰，他还演了那个玻璃先生，除此之外还演了那个 It Chapter 2，三部都是其实都是非常失望的，今年非常失望的电影，包括那个就是 It Chapter 2，我其实就没看完，我看到最后可能还剩下20分钟的时候，我就离开电影院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太长了，故事然后又很魔气，你知道吗？每次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然后分散开，然后说每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事情，然后再聚在一起，再一次分开，就是我已经受够了，我在电影院里面待不下去了，我就离开了。你是不是就是有这种就是情不自禁拿一和二进行比较，然后觉得二其实拍的特别水，结构方面也特别差，有这种感觉呢？我其实都没有很大的比较，我觉得第一部大家比较喜欢就因为小孩的戏份中，这部其实都是大人，可能大家对他们的生死没有那么的关心，我觉得可能我也是就是因为是看在 James McAvoy 包括 Jessica Chastain 看着这些演员的份上我去看这部电影的，没想到很失望，然后同样这两个演员又在黑凤凰里面出来，又是同样的很失望。你知道吗，今年我最失望的片子其实也是黑凤凰，这是为什么刚才我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就是说我感觉今年的各种各样的电影系列到收尾的时候都是烂尾，
嗯，那么黑凤凰呢是今年最大的一个烂尾，对于我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失落。因为像 X-Men X 战警这个系列呢现在已经正式要转手了，然后它前面的这十几年的这么一个努力呢其实是一个终结，是个句号。那么这个句号呢真的是对我来说没有画圆。不过我们可以假装这一部没有发生过，其实就在金刚狼第三部就已经作为一个结局了吧也只能这样保护自己的心了。嗯，那么转过头来呢，马上就进入2020年。那么2020年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其他的电影，现在就已经冒出苗头来了的。老张，你对哪一部电影有特别的期待呢？嗯，首先黑寡妇，我之前对黑寡妇的单人电影没有那么大的期待值，但是今年我一下子觉得可能，因为我前面聊到是 James McAvoy 特别背的一年嘛，我觉得就是Scarlett Johansson 黑寡妇今年特别顺，除了 Marriage Story 可已经被提名最佳女主角 ，Jojo Rabbit 提名最佳女配角之外，她在那个复联四里面又那么就是壮大的一个牺牲。帮他安排了，然后在明年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的个人电影了。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从今年年中一直到明年年中这个一年里面，真的就是 Scarlett Johansson 的这一年，我觉得他非常顺的。还有一个人今年特别顺的就是 Keanu Reeves， 出了自己的 John Wick 第三集，然后又在那个 Always Be My Maybe 里面客串一下子走红。除此以外，还接了就是他以前的一个 Bill and Ted 的一个续集，然后还接了一个游戏的里面的一个角色，他也是非常火的一年。就是我就觉得 James McAvoy 就是特别眼红这两个人啊。嗯，就是感觉今年好像是Keanu Reeves 曝光率特别高。除了来说都是比较买好。对对，除了黑寡妇这部电影之外，我可能一样非常期待的，也是比较怕的，可能就是A Quiet Place 第二集。因为 A Quiet Place 第一集去年我们真的是就是把它打分打得非常的高，好像是双优电影吧。但是就是拍续集我就不知道他们这个，因为老爸第一集里面挂掉了嘛，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第二集里面还能做出这样就是动人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嘛。所以这是我比较期待但是同时又比较害怕的一个东西吧。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在第一部里面之所以成功呢，完全就是因为它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角度。嗯，那么这个故事的原创性呢，导致了我们大家在看它的时候，都有一种就是眼前一亮的这种新感觉。嗯，那么你在拍续集的时候呢，你仍然要延续这个已经既有的制定了这个世界规则，然后这个怪兽规则，那么你想创造出来新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嗯，但是像你说的，如果是老爸已经不在了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故事继续向前走，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往哪里走，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对明年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比较有期待的，叫做《信条》。这个片子呢英文叫做 Tenet， 是诺兰的新电影。嗯嗯，你有没有了解？对这个片子好像讲的是这个黑人男主演呢，其实是去年我们讲的《黑色党徒》里面那个男主演，讲的好像是关于一个他可以就是使用他的意念让时间回转的这么一个梗。不是很确定他到底说的是什么，因为我看了预告片嘛，有这一方面的就是暗示，但是究竟说什么的还是不是很确定。我也是挺期待的吧，因为就是诺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很大一个世界打造在那边，你知道吗？就这个东西我是比较喜欢看的。嗯，通常他的电影脑洞都是比较大的。嗯，那你对明年的永恒族有什么期待吗？不知道，没有太大期待吧，因为这个 IP 大家都比较陌生，所以但是这个就是他的成功和失败意味着就是漫威接下来的这十年的走向了嘛，所以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没有太大的期待。那么你对 DC 的期待怎么样？关于明年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猛禽小队，然后呢再加上神奇女侠1984。都不是太有希望，就是不是太有期望吧。神奇女侠的话我觉得还是我肯定会去看的吧，这些电影我都基本上都会去看的。神奇女侠当然是我现在的感觉可能不会有第一部那么好。X 战警的话还有一部不算是烂尾但是甩尾的那个片子叫做新变种人的 New Mutants， 这个片子是安排在明年4月3号的。
你对这个片子有什么希望吗？好像是我们觉得这个片子应该都已经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它毕竟明年四月份好像就是要发生了，已经拖了两三年了吧，所以这部片子好不了。嗯嗯、能赚钱的话，电影公司早就认出来了，是吧？拖到现在应该是认不出来了。还有一个片子就是我们之前我们看预告片的时候已经是好像二月份要放的，然后也是拖到了明年的七月还是八月，就是那个 Kingsman 的前传。嗯嗯，我觉得这部片子也是，就是这样往后扔的话，基本上是没戏了。啊、你是总而就是大致上来说，如果对于这个电影有很大的延期，你就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比较大的东西是不对。嗯，有一种警觉感在里面，是吧？对对。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想法。我觉得这些片子呢，如果你要期待值很低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出来了，你也不会觉得缺失了什么东西。嗯，原则上来说，并没有在心理上是在期待或等待这些东西出现。但是有一些比较奇怪的片子是，就是让我觉得比较惊讶，它居然会存在的。第一是有一个就 Ghostbuster 有一个新片子出来，你知道吗？哦，我知道，我看了那预告片了，叫做 Afterlife， 中文现在翻译叫做超能敢死队了。我不知道这个片子这个翻译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它现在是安排在明年的七月十号上映。这个片子里面呢有蚁人，Paul Rudd， 感觉好像是 Paul Rudd 带上一帮小孩呢，然后开着当初的那个捉鬼敢死队的车啊，然后再开来开去。预告片呢就是没给特别多的东西，但是从预告片的味道和节奏上来说呢，好像是感觉跟以前的捉鬼敢死队完全不一样。这个片子呢更注重于惊悚，更注重于有点吓人，但是没有以前那种非常轻松的那种搞笑啊，就是比较不正经的这种态度和节奏。我觉得它更，就我看预告片的话，给我的感觉更接近于那个 Stranger Things 的那感觉。有点，对对对，有点。嗯，你觉得这个 Stranger Things 如果是把这种东西拍在屏幕上的话，会有很大的市场吗？因为我觉得像 Stranger Things， 我们好像是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在电视屏幕上似乎应该是一个更好的平台吧。那 It 第一集的话就是有点借助于 Stranger Things 的那个八十年代的年代感嘛，所以也是比较成功 的。但是这个新的这个敢死队，就捉鬼敢死队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晚了吧。另外一个片子呢叫做哥斯拉大战金刚，是应该是明年稍微晚一点的时候的片子了，是十月二十号上映，现在预定啊，不知道会不会延期。那么对你这个怪兽宇宙的话，老张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兴趣呢？没有什么特大的兴趣吧，只是希望不要让景甜再出现就行了。我们今天群里面讨论还有人在说，老张你怎么对景甜这么不公平啊，为什么一直在怼他。不过我估计哥斯拉大战金刚的话应该不会有景甜出来了，因为景甜出现的那一集金刚呢，其实感觉金刚还是小 baby 啊。对，那么那个时候呢七八十年代，现在我们要讨论今天这个大环境里面的怪兽的话，那么是中间差了大概二三十年这个电影时间，我估计景甜是不会再出现在这个电影里了，所以说老张你可以放心去看这部电影。主要景甜已经不是电影公司的宠儿了，如果是的话他们还是会想办法说这是当年某某某的孙女什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还是有可能的，是吧？但现在就不用怕了，反正他基本上不会出现了。对，另外还有一个片子我觉得比较有兴趣的一个片子叫做 BIOS， 现在呢暂时的中文翻译呢叫做系统，它是定在明年十月二号上映的。这个片子里面呢有 Tom Hanks， 讲的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应该是个世界末日的一个环境吧，就是说一个机器人照顾他前主人留下的遗言的一条狗，然后一机器人照顾一条狗在这个世界里面生存，慢慢对这个人类社会啊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啊，一些发展性的认识，这些方面的东西应该是怎么说呢，世界末日味道的东西，但是有一些比较深的人性和伦理方面的讨论。因为这个片子里面有 Tom Hanks，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片子有一点点兴趣。老张你有听说这个片子吗？哦，我还是没听说过，而且没有看到过任何那个预告片啊什么的。但是听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有预告片出来的话，我也许会感兴趣吧。不知道。好像明年现在知道就是大片啊，比较有影响力的片子和比较有市场冲击力的片子呢，现在看来就是这么多。我们再看一看本周还有什么其他的电影新闻。这是2019年最后一次新闻项目。
首先是 Ryan Reynolds 正式确认这个死侍三项目现在上马了，而且目前呢这个电影是在漫威影业的名头下酝酿筹备的。这正说明了什么呢？以后我们会看到死侍三和其他的漫威系列的电影有联系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并没有被确认， Ryan Reynolds 只是说他就是死侍三要上了，而且是就是漫威来做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代表它就是肯定是跟其他的那些超级英雄会有联系，它不一定是在这个 MCU 下面的。因为你想现在 MCU 它完全是一个 PG 的这个东西，就是小孩能看的啊，所以很明显就是在那个 Disney Plus 这个平台上面，它就是现在什么电影都有，包括 X-Men 的电影都有，但是就没有那个金刚狼和死侍的电影。金刚狼三因为它是 R 级的，对，然后死侍也是 R 级的，这个东西它就不能放在它的平台上，因为它的平台就是要给小孩看的。所以如果你要死侍加入三要加入这个迪士尼这个平台或者是 MCU 这个平台的话，你要么就走 PG 路线，要不就是你没有办法和其他那些人物放一起。他可能做一个彩蛋什么的是可以的，但是真正放一起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困难的。但谁知道呢，这接下来十年的走向很难去定啊，是吧？因为我觉得现在漫威影业就是已经知道自己在复仇者联盟这个系列呢可能是至少是最高点已经过去了，所以过了最高点之后慢慢就会走下坡路嘛。这个时候呢正好就是迪士尼呢和就是福克斯合并呢，把福克斯的这些像什么 X 战警啊之类这些 IP 都已经拿过来了，那么下一步的漫威是不是可以转手开始继续重新打造关于 X 战警这方面的东西？如果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注入了努力的话，那么说不定就会利用到 Ryan Reynolds 这个死侍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呢已经很成功的树立起来了。那么在他们电影系列里面呢，死侍并不一定可以作为一定要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出现，但这里穿插一下，那里出现一下，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笑的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就是你说如果要把这个 X-Men 的这些人物从电影开始做的话，那你死侍三你作为一个续集的话，就是表示你之前发生那些事都是存在的，就是福克斯做的那些东西都是存在的，你就很难在这个新的漫威这个世界里面重新打造一个故事出来。你不能说那么之前就是那些 Cyclops 啊什么的都是不存在的，因为现在可能有新的 Cyclops 啊金刚狼啊这些人物出来了，所以就很难做这个东西。还就是我觉得他们不会马上去做这个东西，他们真的要好好铺好这个蓝图，知道他们接下来要怎么样发展，而不是做一步看一步。做一步看一步的话肯定要铺街的，你看那个星球大战就知道了，是吧？对。 OK， 关于死侍三呢，我觉得很多其他的电影迷朋友们应该都是蛮期待的，因为一和二呢，虽然说我们在讨论完一和二之后觉得这个系列好像是差不多见好就收应该是他们比较明智的选择，但是因为这系列一直在赚钱，所以说继续往下走下去的话，有新电影出现，我估计大家也应该看得挺开心的。那片子毕竟这个小死侍渐渐的，然后说话的又不着边际的没有边儿，所以说这种人物呢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电影大环境里面这种形象不是特别多，是偶尔出现一次两次呢，我觉得大家也都不会特别烦。看得还是蛮开心的啊。OK， 那下一条新闻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一点了，关于这个歌舞剧 Cats 的电影版，环球电影公司这个歌舞剧 Cats 呢现在的期待值呢是赔本至少是7100万，这部片子的造价是9000万，然后再加上1亿1500万的广告投入。片子呢其实是基于一个成功的百老汇歌舞剧，我们已经说过了，但是呢在电影开始的时候就面临各路的差评，首个周末呢在美国只有660万的低起点。这部片子现在在北美的总收入呢达到了1700万，其实还是它制作成本的一个零头啊。全球收入是3800万。老张，你觉得这个片子过了之后，是不是我们就会重新审视关于歌舞剧进入电影的这么一个结构？因为以前大概有将近10年时间吧，自从电影《芝加哥》得了奥斯卡奖之后呢，就是说很多其他百老汇的成功歌舞剧都被翻拍成歌舞剧电影，然后呢有很多作品其实是在票房上是蛮成功的，但是今天走到今天这一步呢，就过去这一两年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特别大的这种歌舞剧的翻拍努力。现在像 Cats 栽得这么惨，是不是以后
可能是就不会再有类似的努力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就是电影公司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很谨慎。我觉得歌舞剧它本身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想，就是很多很多舞台剧都会被翻拍嘛，不光是歌舞剧，就舞台剧的话，就比如说战马这些东西，它都会被翻拍。它主要有一个好的故事，就问题就是在猫这个东西，它从来就是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它就是一个舞美的东西，就是舞台上面你看这个舞美感的东西，你放到电影里面，你用 CG 去做这些东西，大家对这个东西不卖账，不稀奇这个东西。嗯嗯，对吧？我们现在已经那个算真人版的那个《狮子王》都看过了，就把他们做成真正的这些动物，我们都看过了。你做这个半猫半人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稀奇的？大家对这东西不卖账，那故事呢？你没有一个好的故事。歌呢？歌里面只有一首那个《Memory》是比较出名的，大家知道的。其他的歌大家也不是那么熟悉。那你这个东西你去用什么去找做？用这个明星阵容吗？明星阵容问题是谁都看不出是谁，而且这些明星的话也都是，卖好但不卖座的明星，是不是？朱棣旦曲还是能认得出来的啊。对，这个你卖好啊，但是不卖座，谁会去就是为了朱棣旦曲去特别去看一部电影？很少。很少有这个市场在这边，所以这我觉得是电影公司一个失败的投资。嗯嗯，这个电影其实它的导演是非常好的，它的导演是 King's Speech 和那个悲惨世界的导演，所以他绝对是有做这个音乐剧的这个基础和经验在这边的，所以问题不是在于他，问题是在电影公司，我是这么认为的，就不应该投资去做这个东西。那么如果是说像 Cats 这个歌舞剧如果到悉尼来之后呢，老张你会不会考虑去看这个歌舞剧呢？我不会去看，他来过我不会去看的。我觉得其实这个歌舞剧啊，现在看来它应该有60亿，就怎么说呢，舞台票房收入的成绩，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歌舞剧 IP 了。可是为什么每个人在提起这个歌舞剧的时候，对它的反应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负面的呢？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啊，我很喜欢像 Cats 啊，因为所有其他的歌舞剧我们知道，像什么甚至 Billy Elliot 啊，或者像什么芝加哥啊，像什么 Hairspray 啊，这些歌舞剧都会有人喜欢。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他喜欢 Cats 我觉得就是一个品牌很大但是内容很差的一个 IP。 就是他因为这个 IP 因为他的广告什么的吸引很多人去看，但看完以后大家真的都不觉得这个东西好在哪里，有什么了不起。对，就是你跳舞漂亮，你这些舞就是服装啊什么的弄得很漂亮，但是你知道像那个狮子王他也有他自己的音乐剧，做的不比这个差。嗯嗯，但是猫现在扑街了以后，我觉得他的歌舞剧以后，我觉得会看的人会，对，看的人也会少一点，大家会面对现实，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很烂。嗯嗯 ，OK 啊，就只能祝他好运了。OK， 那么第三条新闻呢是索尼的《毒液二》有可能会加入蜘蛛侠的彩蛋啊，这应该算是一条谣传吧。现在传言说呢，汤姆·哈兰正在洽谈以 Peter Parker 的身份呢在《毒液二》的电影里面露面。嗯嗯，这个就是索尼一直想就是打造自己的蜘蛛侠世界嘛，所以跟漫威也是一直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就是说哎呀大家一块用蜘蛛侠，一会儿又要把蜘蛛侠弄回去，所以他们也想打造自己的世界，但是他们如果要这么打造的话，那蜘蛛侠以后也是一个就是一个成人级别的一个电影了，因为《毒液二》它已经是要走那个二级了嘛，之前好像我们有新闻说过嘛，所以他说放入蜘蛛侠，然后以后要客串，然后或者是互动的话，那这个整个宇宙的话，它就是一个二级的宇宙了，所以我不知道蜘蛛侠这个人物他自己的这些故事是不是适合在这个二级里面出现，因为现有的这个 Tom Holland 版的蜘蛛侠的话，我们看到他一直是一个高中生，他遇到的问题都是一些小孩的问题，他的好朋友啊什么都是一些小孩，直接把他弄到二级里面我不知道是否适合。我觉得如果是说一定要硬编的话，索尼至少现在动画片已经做过了平行宇宙，把各路蜘蛛侠全部邀到一个屋子里面的事情了。嗯，所以说如果是因为毕竟他是一个动漫人物嘛，所以说在动漫人物身边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作为就是以动漫基础去喜欢这个人物的话，对这些东西的接触能力都是比较强的，就是说我们的思路其实比较开阔的。
绿士不学量子力学嘛，对不对？引入平行宇宙的概念，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发生的嘛。嗯嗯，所以还是看他怎么编呗。就看他怎么编了。对，我因为我觉得毒液二想要引入 Peter Parker 这个身份和这个人物角色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毒液一呢其实是完全建立在没有蜘蛛侠的基础上的，而且他人物设定包括年龄啊、包括这些东西啊，其实都不怎么给蜘蛛侠一个存在的空间。你想一想，一个30多岁将近40多岁的一个记者，他而且他是半正半邪的人物，他跟这个高中生之间的来来往往到底会有就是多么大的凝聚力，这个我其实不是特别看好。哎，这又不一定了，你想那个 Happy 和那个 Peter 之间有那么大的互动，是不是？说不定 Tom 那个 Tom Hardy 会去喜欢上他的那个阿姨，是吧？也有可能啊。对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这期总结性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里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这一年对我们的所有的支持。那么还是老规矩，喜欢我们的节目，希望你能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你的朋友圈、你的微信群、你的微博上，告诉你的好朋友们，让更多喜欢影视的朋友一起来加入讨论电影。那我们所有的节目呢都可以在喜马拉雅、荔枝 FM、 苹果 iTunes Podcast、 网易云音乐、 Spotify 以及 Stitcher 上面可以搜索得到，只要搜索大话说电影 Movies and Chats。嗯，还是再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第120期节目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大话说电影2019年的支持。我是主播包子，我是老张，我们2020年再见，明年见。